高山上优雅之前曾在影片中透露 AV 女优这份工作只打算做到30岁，坦言做这一行很辛苦，不是一份可以长久做下去的工作。没想到在3月时，她就真的宣布自己将在30岁生日，也就是今年的8月16日正式隐退，让许多粉丝感到不舍，也引起海内外一阵骚动。不过有知情人士曾表示，山上优雅除了会推出超豪华的隐退作品外，还有一个公开活动，很有可能是今年台北国际成人展。而该粉专也在2日证实好消息，山上优雅确定会参加这一次的活动。贴文一曝光后，就吸引大票粉丝按赞，让所有老司机都嗨翻。纷纷兴奋表示，山上优雅最后登台一定要参加吧。Bye.